襄阳突降暴雨，有车已经被困了。有救援车已来了，有车。你们都在上班吗？而我在不同，我在钓鱼，啊，练手感。江面上了，快来给我们送个伞不？哎，你看了，下了个瓢盆大泼泼，瓢泼大盆瓢，盆瓢，下大雨了。你对我和我心里都知道。谁是长征？这是早上六点钟给带警察的，依然是黑呀。人生不易呀、啊，都在努力的活着。你看怪不怪？你看我现在灌空挡，人都觉得没使劲儿。你看，车没熄火，你看车没熄火，然后车在往前走，被谁蹭了再走。厉害！5块钱可以。这人咋真聪明了？前天我们就提前注意都串到了。我们起早上班，然后我们实在是过不去。他当时也是接了我们燃眉之急吧。